为了庆祝加州教堂创始人诞辰300周年，汉廷顿图书馆从即日起举办特展，展出相关的艺术展品，还有影像展示，让民众可以全面了解他的一生。为庆祝加州教堂 California Missions 创始人 Junipero Sala 的300岁诞辰，感谢他对加州传教的贡献 ，San Marino City Huntington Library 举办艺术展，介绍 Junipero Sala 生平事迹和加州教堂的历史。Huntington Library 除了展示出本身的25件馆藏，还从美国其他地方、墨西哥和西班牙借来61件展示品。图书馆指出，加州教堂一共有21座，从旧金山到圣地亚哥记录了早期的西班牙移民的历史。传教士透过教堂向印第安人传福音，同时也传授他们农耕和工业技术。而 Junipero 新建的最初的9座教堂是当时的代表人物。Huntington Library 另外还举办了教堂美食秀、导览、研讨会议、儿童动手做、影片欣赏等系列活动，中网电视编辑报道。